且六个啊，总数。好，系。好，麻烦你啦。好。两张单。系。呢度一个。好，你翻啲单嘢先。好。呢度红嘅，总数六个，唔该你。好，唔该你，拜拜。又堵车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莎莎。今天呢，我就想和大家聊一下。之前呢，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？就是说我的老公帮我分担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有一些网友呢就非常的很爽。他说你的老公把你的事情都给做了，说他又要上班，然后回来还要帮你做家务。什么叫做帮你做家务？平时都会教孩子做家务，孩子也要上学啊，孩子回来也要做家务啊，大人不是都这样教的吗？为什么老公上班回来就不能分担一下家务？本来呢我是没什么的，但是呢这个网友呢可以一个星期发好几条信息过来说我，哦，我的妈呀，还私信我。我就在接我孩子的路上呢，在公园那里休息了一会，然后我又看到他私信我了。哎，真的不知道是和他有仇吗，还是怎样？说的我的孩子好像种花一样，就直接这样子大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花也要时间照料。我老公去上班，那两个孩子肯定就是我带呀。当然，我也是非常感谢我老公所付出的一切，不过我自己也是很努力的。Oh!